啊，比如说是九穷的，就是九穷的啊，或者是什么的灵芝？还有没有有毒的灵芝？那有毒性吗？有没有？那当然是有啊。那假如说没有被虫吃的，像很多的东西，就是那个没毒的都可以吃。哎，哦，这个有在爬的，就是可以这个就可以吃，可以晒干以后切片，哦，或者是先切。